早安呢，我们今天玩这款游戏是一款免费游戏啊，它是今年一月的时候出的，有点像是简略版的极简版的杀戮尖塔，再加上骰子的那种感觉。当初刚出的时候没有支援中文，所以我们没有拍，但现在有了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快去下载啦。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进行教学吧，我们就一起来看它的教学。然后看评论，好像有些玩家玩得蛮上瘾的，蛮上头的。所以蛮适合我们这个今天的时光路，移动两格来抵达防御板块，然后使用滑鼠将一个结果为二的骰子，我们要先移动，对，我们要移在这个圈圈上面，是不是还蛮极简的？然后上面刚刚那个看到的是我们的往前推进吧，获得三点防御，放在中间啊，我站在什么格子上面，它就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效果，然后。骰子点数就是我们拿到的能数值。再来移动一格抵达攻击板块，好，连续使用两个骰子来行动，攻击，攻击，有了，还蛮简单易懂的。这游戏的方式是有趣的。再移动一格到附魔，为什么它是附魔？它不是一个，这里不是防御吗？对啊，这里是防御，然后为目前战略板块获得三点经验值。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附魔。看一下啊，使用三次，让它到达三之三，它就有一个。OK， 我可以用个火球。所以是每个板块都可以这样子做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打倒他，好，还要防御，所以我可以直接，不行，不能攻击他，我不能直接使用，我可能要绕到下一圈才能使用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二三，我要挪到这边来，然后攻击他，那我这个是不是也可以附魔？不行嘞。那二呢？也不行了，所以刚刚可以用三次是在防御的点，是不是？好，不管，那我们先往前走，再攻击他一次。那如果我的骰子留下来，他会继承到下一回合吗？不会，骰子每一轮他都会消掉。OK， 接下来他会攻击我，所以我们先跑到这边来，然后做个防御。那我这里是不是也可以？不行啊，为什么这个这一格可以附魔，其他格都不能附魔啊？好，你如果知道，观众要跟我们讲。目前还没有搞懂游戏，但是还可以啦，基本玩是没有问题。我们到时候搞懂附魔的问题就好了。好，再过来。OK， 那等一下一格过来，我们就可以到刚才附魔的点，对不对？这个二，我们如果直接攻击他行不行？有嘞，这样也有三点，我们一样可以附魔。然后或者岩甲，我可以直接攻击吗？不行。哇，那这个没有一格，有点可惜啊。一二三四五，我们只能走到这边来，但这边还是可以把它干掉。哈，还蛮有趣的，而且是有限制的。骰子，我拿到一个。Fire dice， 回合结束时受到两点伤害。我如果使用，当使用于火球板块时，额外附加燃烧。那如果不是火球板块，是不是就没有效了？然后我们身上只能有五个骰子，好像。OK， 往前推进了。哇，真的是极简又蛮有趣的。这个板块，好看一下哦。一开始的地方我就可以直接攻击，先给他个四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叠了。对，这边只能用一次。然后他的能力是哦，他要给我们附加负面状态。我们先往两格走上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才看到我们刚刚绕的这一圈，他会继承下去到下一个敌人呢。哇哦，好，还蛮有趣的。那一二三，一二三，那走过去吧。
对 ，OK，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上面的板块不断的强化，不断的强化啊，可以可以。下一个板块事件啊，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直接在原地丢三个，是因为板块事件吗？还是应该是这样吧？我们可以先加啊，不能丢，不能丢，原地不能丢，我们先往前走。好，加点防御。对，然后一格，他这样会打我们七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走过来先拉防御。有了，然后这两个火焰的应该就是火焰板块了。板块事件已发生。好，我有点看不懂板块事件是什么意思。先往两格走啊，这里哦，这里有一个炼金术啊，原来如此。那我们先过来。哎哎，为什么往回？为什么他往回走了？对呀、啊。但板块事件，我想看一下哦。我如果哦，他有三回合是不是？应该是。好，那我可以先拉这个。哎呀，按错了。OK， 看我过来了。为什么会一下子往上，一下往下？还是我选的方向？我可以选择我要怎么走，我不一定要顺着绕，是不是？骰子点数为一时，所有板块获得一点经验值。一，投掷，我只有全部都是一。哦，我可以全部附魔了。哇，刚刚有一个好像被覆盖掉了。对，有一个不能选择，因为连续两个都获得一经验，可我可能走过去或许还有机会。然后这里我们要先附魔，然后走到这边来。哎啊，怎么又往右边走？等一下，我现在一时混乱走错边了。哦，使用骰子进行时，我 10% 几率变成朝反方向移动了，是因为我们的状态啦。原来如此。八七，我现在注意到，这还蛮有趣的耶。而且它蛮容易理解的，连我们这种八七都蛮容易理解的。真的蛮像沙漏尖塔加大佛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攻击吗？不行，我可以往前一个。好，烧他，然后他打我七点，所以我这边挡一下，快跑！哎哎哎，错边了，没关系。那我这回合没有使用，我在下一回合可以用吗？看一下哦，他攻击可以。然后这个是回血，我们需要有一点回血。好，走过来，走过来，然后攻击他三点好了，有了，解决。哦，好好玩哦，它很简单，但很有趣。一一二二三三 ，Water Dice， 当用在净水板块时，额外附加虚弱。好。然后下一个事件继续往前推。哦，顺风，连续执行行动时，我可以使用一点骰子来接续五或六点的骰子。回复生命时，对随机敌人造成等同回复量伤害。嗯，连续执行行动，使用一点的骰子来接续啊，就是我在同一个点可以一加五或六。如果没有不能这样用，但是有的话我可以连续丢，是这样子吗？这个吧，洪水，这个有点像是哦祝福。好，再往前推。哇，难怪有玩家玩了很久，玩了好几个小时。这个敌人试图阻止板块，他会把板块给锁起来就是了。好，先攻击他，然后。这边也火球吧，那我火球刚翻出来，我可以再攻击一次吗？不行。那我看一下、哦、这边过来。哦，我现在是只能他在跳，就代表我会往那边走，跟我放的位置是不影响的。好，就变成一样顺时针。那这里如果我补血，是不是也会攻击他两滴？哎，为什么没有？还是我一定要补到实际的血量，
可能是要补到一定的实际血量才行。那接下来往前走吧，加个岩石，好，再往前走。OK， 我们目前有一等的板块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再到两等。这个是直接就封起来，让我们不能使用，是不是？它攻击有五点，所以我先放个五点挡起来，对，就不能再用了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先一格过来，然后火球，给你一个大火球。那这个踩上去会怎样啊？它没有血，我们看一下踩上去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哦，踩上去我就把它翻回来。那翻回来我还是可以拿来使用，有趣了。那他把它翻下去好像没有什么影响，可能有，会不会后面会有逐渐变得适应人类事件，每十回合会增加攻击跟防御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早早把它给秒掉啊？好，这里有巫婆。哎，骰子点数为40，获得5金币。这个哦，碎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我们用这个燃烧效果会更好。那我们还可以走过来，走到这边来，再给他一个5。 OK， 好，结束。每十回合，其实我们应该是活，不会让他活到十回合吧。先给他一个火，然后我们4走上去，但血量蛮多的，其实给他一个3好了，这样我们还可以走到下一个火焰板块哦。然后第二级等级1的板块要升上去要7点，其实蛮难的，我们要尽可能让他早早升上去，对不对？感觉起来好，已经用过就不能再用了，2点有点可惜，我这个不能用在身上有点可惜。但是1、2、3、4才可以走到下一个板块，所以我们这里吧。好，然后走过来，再给你一个。等一下，他要攻击我，哎，我现在才注意到，我87了。我拼命想要打他，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补血。对，我们可以补血，应该是还好。这样补个血，顺便让他有个虚弱。再来2点往前走，攻击。再4点往前走，再攻击。哇，这好好玩，很简单又很好玩哎。好，他现在燃烧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骰子事件，我们先去骰子事件好了。哎，放入骰子，你恢复等同骰子点数乘以2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现在7点。可是我如果放一个5点进去，我们会不会等一下爆炸？应该是还，放个3点就好了。有了，哦，那对吼，回血可以把它弄死，我都忘记了。成长药水直接提升当前板块等级1耶。22233，我一定要交换，是不是？对，骰子拿来就一定要交换。好了，这个还可以。OK， 那我可以直接让它提升吗？使用，我不能使用药水，可能要在战斗的时候。12145，我看看可不可以使用。有了，升级2等，我还可以变换不同的附魔啊！变换它就是1等变1等啊！我还会有2等专属的附魔出来，如果是2等专属附魔更有趣，对不对 ？OK， 9点，再来我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我们先2格过来，然后烧它。
一二三，往前到防御，把防御拉满好了。目前碰到敌人都还蛮好解决了，我想这类游戏应该就是肉鸽类型的，可能就是后面难度狼群就越来越难打，还要八点，我看一下我有三吗？我没有三，我可以二加一，上二加一会有点可惜，附魔这个吧，好，一先过来攻击他，然后五过来，再给你个五。然后右边的圈数包，说不定有一些东西是圈数会影响。他攻击有五点，我们可以先一点过来这里。好，哦，我跳过来他也会扣小。然后五点的话，我们拉三应该就可以了。再来过去，冲啊！骰子电金术，骰子点数为二的时候，随机获得药水50%。哎呀，可惜了，他真的蛮有大风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可能用不到，往前吧。我们现在只打他两滴耶，然后我的防御是每回合都会消掉的。好，他的能力，我的行动无法造成伤害。每当你绕地图板块一圈时，受到10点伤害。我现在才注意到这个，我87哦，我是87吧。好，他要打我10点，1、2、3、4、5，我们可以先拉一个3，然后这边附魔了，换成攻击，然后拉5过去，有了，好，9点。所以我攻击他应该是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打一下看看，对，没有效。但燃烧包有没有效？然后我不知道我的洪水有没有效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绕，但是在绕的同时，我们也需要提升我们火球的等级。送你一个小小的火球，哎，不行了。送你一个小小的火球，然后再往前跑。OK， 再送你一个小小的火球，再往前跑。OK， 然后每十回合之后它就变强，所以应该是还好。板块事件发生，一二三，三点攻击，先给你一个火球。火球好像不会造成实际伤害，那个燃烧是不会的。等同金币哦，有了，目前金币还用不到，他攻击有5点呢。回血攻击，这样子他会有个虚弱，所以啦。但我们的祝福回血攻击也没有效哎，就是我们只能靠着转圈把他弄死。好，四吧，绕一圈过来。看，加一点防，然后继续往前跑。给你一个，我们也要慢慢的提升我们的那个板块的强度。对，反正他打我们几乎不会痛。送你个一点，好，然后我们赶路就是用4点，再送你个2点，然后赶路过去。有了，嘿，看一下治疗药水，获得治疗状态3，那我们一样把3替换掉，没有特殊骰子有点可惜。下一个还是敌人，然后好像后面是有精英怪，是不是？哎，开始有2只怪物了，2只怪物会攻击谁啊？先给你一个哦。对耶，2等，可惜了。他如果每一个等阶都是不同，真的会有趣蛮多的。然后1、2、3，我们必须要3过来。哎，我们有个地骰耶，
当使用岩石板块时，什么时候地骰我都没有注意到，额外多一个敌人附加等同于骰子点数的无力化状态。好，无力化，无力化是防御力减少，可以。好，来，然后音乐也很平淡，就是平平淡淡的玩。下一个事件 ，OK， 我看一下两点，我们看能不能直接把秒掉，升一点上来，然后给他一个升级。好，再来我们这个会攻击我们嘞。对呀，这个会攻击我们，但我们扣点血其实影响不大。哇，扣血影响不大。先解决掉一只哦，它会狂暴哦，然后开始加防御了。好，双身怪物。那它攻击会变多少？看一下，五点也还好啊。来。然后这边有1221，过来，回复好 ，OK。然后这边我们也升级一下，感觉他伤害还好啊，我还以为他伤害可能会个三倍之类的，两倍或三倍，结果看起来很凶，实际上很可爱。火焰骰有了，再来是这边，我们这里是二等火球，对不对？哦，有点痛。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更加特殊的地块？133，然后他攻击我，我们下一个先往前。然后用岩石板块，好，顺道给他一个无力化之后，我们现在血是满的，对不对？先过来吧，然后补点血，顺便让他虚弱，再往前走。OK， 这圈数目前没有实际的作用，我想后面或许会有。12233，我们先拉一个二过来，然后给他一个小燃烧，再来1234，好，往前啊，可惜嘞，这个事件不知道会如何，但我们把它解决掉吧，不知道事件会不会留到下回合，好像不会耶，所以有事件会比较好。四支药水。不管丢多少都变四，就是了。哦，2222啊！我刚才换了一个这个了，那这样五没有了，有点小小的浪费。这个吧，保证是二也不错。再来这边是商店啊，没有，不是商店。我的回合结束时，若没有任何防御，可以获得四点。敌人攻击完后受到等同于你剩余防御点数的伤害，哦，这个好像不错哎，我可以把防御拉很高，他攻击我就拼命防御，应该会不错。我有一只很大只的，下一个板块事件，好，哎，卡到了 ，sorry， 看一下啊，他在睡觉。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是都锁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必须要赶快把我的骰子都先恢复吗？可是它锁起来其实没什么影响，我踩过去都会那个啊。我踩过去它好像都它都可以直接翻回来，它不需要多浪费一回合。所以我也不懂为什么要把它解掉，但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去解掉它。好
OK， 这应该可以了吧？还剩下，会不会他醒来我有几个锁住的？没有，我如果没有把它解掉的话，它会直接锁起来了，然后一开始就攻击我15点，我的天！哇哦 ，OK， 哇，一开始就攻击这么凶，哇，获得为40获得5金币。这几率有点低，那可惜了。然后金币木箱用不到，然后直接被扒了。还好我有先踩，对，还好我先踩，没有踩就尴尬了。1233，123，好，我们先拉3过来，然后补血同时让他降个虚弱。一，哇，然后我没有攻击的位置嘞。好啦。我们没有盾的位置了，还好我们的血量是还够的。啊，刚刚那个四，我可以用四的药水吗？不知道行不行啊，在试剑的时候不知道可不可以用。好，先给你一个，然后武力化，一二三，这边先过来，送你一个五。再来这边，我们只能走过去了，有点可惜。对，只能快快走过去了。还好是前面踩的够多，然后我也有无力化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幸运轮盘，看一下。哎，转3支药水啊！哎，安娜药水怎么没有给我？对啊，为什么他那个三只药啊？还是我已经用了，我不管用什么，他都会给我3。看一下哦，不知道有吗？好，这个盾可以拉起来，再往前走吧。哦，我的那个。我有虚弱，对不对？我有无力化，所以我盾没有用。然后我骰子，哇，这个会给他无力化状态，但对我们帮助不大。我们需要1234走到那里去。好，然后我们需要一个3，然后先用个这个。哦，这边可以了，这里拉个眼甲吧。再来，我们一步上去之后，这个一定要给他虚弱，要不然太痛了。7点 ，OK。接下来，我们的点数有点太小了，先2过去，然后给你一个火 ，OK， 升级1234，哎，怎么都是？一二三，我需要3点过去说，我觉得我们需要使用一个治疗药水了。对，那我们就直接耗烂它。我看一下，接下来4是到这边，那就直接给你一个，走吧，攻击我！超痛！轰炸！又有轮盘了。好，我先给他一个小小的加燃烧效果，然后我们走过来，转动。哦，10点伤害，碎啦！再来1234，这边3点过来，虽然只补一点，但是可以给他一个。哎，等一下，他的虚弱只有一回合效果，我现在才注意到哎。那好像不需要，我们应该多补点血的。哎，对他扣的血会比较多。适应环境啊，他越来越强，对不对？对呀，目前增加10，他的攻击直接变20了，我的天！哦，然后我的眼甲还打不太痛，
烧它。哦，有点不太痛。它这个，不咋，哇，太痛了吧？25点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然后我们使用哦，这个是直接等于等同四，原来如此。有了，它这样伤害少多了。然后3点挪过去，再给你一个。好，哇，好险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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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哦，这只好凶哦。我们往前走一步，然后给你个小火球。哦，治疗骰子，然后5点呢？好，那我们替换掉这个好了。OK， 结束。啊，这算是一 round 结束了。嗯 ，High Fish。还蛮有趣的，但我们以为会有个2、3 round 的，对，我们以为会有个2、3 round， 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把那个难度拉上去吧。OK， Thank you for playing。哦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、新游戏没有哎，它没有提升难度，就直接开始了，看一下是不是没有啊？那倒是有点小小的可惜。好啦，我觉得就到这边啦，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快去下载咯，希望这开发商之后会有更多的游戏。哎，毕竟免费也是挺佛心的，而且还蛮好玩，再加上刚刚其实我差一点点就输了，哇，差一点点，还好。然后希望它之后有更新，有更多难度哦，那就可以玩很久了。好，那之后如果有其他游戏，我们再找机会拍给大家看喽。那我们就是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